Hello，欢迎回来到影子的游戏空间。那我今天刚回来，不好意思，要大家等了一整天哦。那我们赶快来玩吧。我们上次玩到这个雕像爆炸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门。还有另外，谢谢陈网友的提供的资讯哦。他说自爆兵可以用我们这个 Moira 的手电筒找，不需要用任何子弹就可以消灭它。所以我们之前浪费了很多的子弹。那，你们的留言我都会看，所以你们有任何资讯的话，可以在留言那边跟我讲。那我会，如果有空的话，会回你们，或者是有一些建议啊，也可以跟我说，那我会尽量去改善。有一个东西，让我们捡一下。今天一刚回到家就开始录制，我怕你们等太久。哦，手枪，强一点的手枪，不知道是不是比较强。那我们现在也没办法加农炮，好吧，先这样走吧。又怎么了？等一下，门关了，没有看到关门。哦，什么声音？上面有东西，快走！你不知道要怎样，我们先走吧。我也想问呢。哇，计时器！Oh no！这里怎么走？这过不去啊！哦，我要转这个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Let's go。又有东西。计时器是还好，不要出现一些怪物干扰就好了。钻这个是没什么问题。快走！哦，啊，刚说完线怎么过去？Oh no！它整个挡住了我的路啊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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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也不会，东西还是要拿吼，要钱不要命的。哎，哪里有路？Oh shit！走哪里？哦，上面。不要打我！等一下啦！这怎么走啦？他在这边搞，先照他。快快快快快！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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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快快快！弄完这个，应该就要换 Clear 了。换人，应该是这边吧？哦，Oh no！我靠！Oh no！哦，
哇，这也太刺激了！哦，天哪！等一下，有东西拿。你们要看的话，按一下暂停。这是什么？雕像 ？What's going on？ 剩两分钟，剩两分钟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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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然后呢，这个嘞，哦，可以，可以要死了啦，可以，怎么过啊？是啊 ，no no， 哎，你也转太慢了吧？还好没有被打。哦、oh! ，What the？ 所以，从这里开始。搞不太懂那个后面雕像那边是什么意思。不要挡我路了。喂屁！什么东西？哦，晕了晕了，走。结果结果结果，一样东西一样的拿。Go go go go！ 然后这边，哎呦，走错路，差点走错。好啦，我知道你要醒来了，快走！呜呼 ！Get off me！好贱哦！当打太急嘛，一直挡在我前面，走开！哦哦，哇，这个女的快死，补一下血。我们刚刚走下面，先走一下上面看看。我不知道要不要拿这个东西试一下好了，如果死掉再重来。这一定是很好的东西，不然怎么会放在这里？还要开四遍？有没有搞错哦 ？No！Oh my god！ 快快快快快！为了一个零件盒搞了30多秒，这边要怎么弄啊？不是啊。怎么弄？怎么弄？怎么弄？有什么东西可以用？不懂啊！哎呀，不是啦！不管，随便选一个。啊！又来哦！好吧。等我找到怎么样弄，怎么过以后，我再剪接。好，我知道什么。这边有四个面具，对面有四个面具，只有这个没有针，所以就是要走这个。第二个这个 ，Oh no！ 不要烦我，就是这个。
们把它想得太复杂了，其实没有那么复杂，只是看哪一个没有真的就可以走。What is it good for you too? Come on, let's just get out of here.可是他不是到处都有摄影机吗？所以我们也应该会被发现的，对啊。每次过图都会卡，很烦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要修好？ Neil and the girl weren't in the factory. No, I should have listened to you. Neil didn't write that message. He couldn't have.现在又说不是你有写的，我觉得根本就是你有写的吧，根本就是要害他们。Who are you? What do you want? Put it down. Fuck. Is he with Tarasave? I not know this thing you are speaking. 看起来是好人呢。Why don't you have a bracelet? I look like.You don't know what's going on? You've got to get out of here before it's too late. Never! I stay my home. Now go away! You people come to our beautiful island and take everything away. Oh my god. What a nice guy. 他是住在这岛上的居民呢。我还以为他是商人要卖我们东西。Lois. Turn left, and he goes right, just so he can feel like he knows better. Yeah, my big brother was like that growing up too. I fuck up that one time. I didn't need his help to feel bad. 弹量等级三，伤害等级四。所以之前在火里面那一个拿到的那个零件是非常好的零件，果然很难拿。先把不要的手枪东西拆起来，三个都拆掉，来比较一下。我们新拿到的手枪呢，小枪火力高了 0.5 倍，射的速度比较低，射速度比较慢，可是容量也大一点，当然是火力大的好啊。然后我们给它装伤害等级4，这样会不会太变态？比较好了，伤害等级4，我们给散弹枪好了。武器射的速度，因为这一把射比较慢，伤害等级1就好。弹量等级，然后我们的散弹枪呢，伤害等级4，这样多了一个伤害等级2，给我们的 Magnum 快速填装。OK， 准备就绪。Oh, I hate water. 每一个哦，哇，他下水可不可以小声一点？我戴耳机很大声呢。Emblem， 每一关都没拿全呢、啊，我都只找到其中几个。水里不要有怪物就好。地图太好了，水面跟陆地当然走陆地啊，又要下水。哇！散弹枪弹药给他。
这位隐藏宝物、哦、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位置。又是零件盒。好啦，我们往回走。欸，我觉得这个地方不会这么卡咧，好顺啊。可能就是上一个地图那边比较卡而已，应该吧，我希望是如此。一大堆人在论坛上报、哦、在论坛上抱怨说他有时候会跳帧。完了，水里有东西。 My god、哦、可不可以上岸先？不要出来，不要出来。哦、快上岸！这图也太大了吧！子弹都给他。在水里走太久不安全，有陆地 就先走陆地。Oh my god！ 又是这只。哦，什么东西啊？它的火球应该要在水里。无效才对啊，哪有这样的？爆头！哦，快跑！爆头！死了哦！等一下跳到水里了，不用理他。有种起来！可以先走吧。红宝石，又来了，什么声音呢？哦，那我们来实验一下。哦，帅耶！感谢这位姓陈的网友。这样省很多子弹。我没有说他全名，是因为不确定他同不同意啊，所以在这边不公布一下，不公布你们的名字。有没有老鼠？我刚刚听到老鼠声音，东西。有玩过《生化危机4》的人就知道，这些动物啊，如果射死的话，应该都会有东西拿。但我不知道这一代有没有，这一代我还没有杀过野生动物。空瓶子做炸药吧，引诱瓶炸弹，我喜欢炸弹。怎么了？在那里？就一只怕你们？死掉了！这里看起来有问题哦，是一个机关。哦，等一下，地上有地雷！哦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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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！啊，太卑鄙了！这边关起来会怎样呢？
What did I just do? Still， 还有吗？声音还没结束。哦，手电筒之后，知道错了哦。水里有东西过来了，后退后退后退！啊，只是普通小怪吗？我勒个！连续攻击，没了吧？对啊，这边顺多了，完全不卡哎、欸，真好。前面那一块区域好像没有优化完全，它那个没有优化完全就已经发布，太早发了。它应该再做的完善一点。他上水下水可不可以小声一点？还是我音响开太大声？先走哪里啊？先走这里看看。这里只是一个箱子。做个炸弹，好像每一个恐怖游戏一定会有下水道哦。我还想不起来哪个恐怖游戏还没有下水道。这么多支弹是散弹枪啊，下去吧。不走这了。哎！哎呀，他在下面了。哎，那只怎么不见了？敢打我们家摸一把？呜！是过不过得去？哦，血，我是。
I like how you just push her. It's like out of my way. Again. 这个东西直接跳下去拿吗？对啊，应该是。哦，是使用炸药了。等一下啊，我的燃烧瓶好像就这样浪费了，先下去，不要跟他硬拼。哇，什么时候这么近呢？被包围啦，快闪啦！啊，炸弹都没有效吗？哦，我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快闪！哎呦，这时候要我拯救你，怎么可能啦 ？My God！这个，唉，不管他了，先走了。没有办法救啊，又不能用炸弹。在水里很难攻击，你知道吗？又不能跑，只能用走的，然后。容易被怪物追上。哎，这边可以直接过，不行，要往上走。然后炸弹又无效，真是气死人了！还有浪费两个炸弹，一个燃烧瓶，一个炸弹，两个都不能用。走错还有这样的，啊，这不会破吗？不会，又来，快走！这个木板可能是两个人一起走才会过，才会破掉，所以先一个人走过来再换人。空瓶，好，我们这个 part 就先录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或者帮我按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